哦，是这样的，选人是吗？哇哇！所以我们的原因伙伴其实是虚拟人物，这很像从那种苏鲁从游戏里面走出来的人物，有没有觉得？对，就有点像那个游戏的英雄走出来的，对，王子。但这个就很现代了，我感觉这个叶悠悠跟这个林开开，我觉得有 CP 像，有没有？哎，对。我有个问题，这布鲁为啥穿一红袜子？你看得太细了，你看这么瞧一个，这为什么穿个红袜子？他可能是本命，本命年他还是。哦，你肯定是中间那个。为什么？中间你肯定就选他。什么哪个？男爵。中间这个小绿色那个。你看这个男爵跟我穿的一模一样的鞋。那我先选了。我选择的是男爵，小鬼王林凯与男爵达成链接，身高182，哇！强大的易容术有时会伪装成对手的模样，模仿变一场魔术。哦，我个人很喜欢小丑嘛，其次呢，我是看他的形象很好，然后感觉很有人格。我觉得豹男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是说肌肉的部分吗？对对，你这样。白手套也一模一样。我选豹男吧。选了一个又有动物角色的，又有那种战士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萧敬腾与豹男达成链接，根本一模一样。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，在音乐声量越大，音乐越快的氛围下，恢复速度越快。你张，你合起来，对，一给我一个动就好，给我一个动，合起来，好，一二三，关，再次。哎，我觉得小小的比较好玩。你看，小小的多可爱！你看，哎，别踩我！不要踩我！哎，我帮你擦鞋！哎，只要收费了哦，可以。等一下，角度不对。你别动，我找一个角度。哎，好难啊！你想看看我的吗？我想看看我的吗？我的在这儿。都绝！大连接仓，终于有项目了。大连接仓以前就是我的地方，这里的风光好清凉呀。哇，我们到了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软座，好，太棒了。坐，是不是能歇会儿啊？哎，我们三个应该想一个我们三个动作。我们三个来个，来什么？就一样，来吗？三二来，然后呢？哎呀，来拍。为了闯关，会先更换一个更方便游戏的头盔。哦，要取掉。哎，好舒服。快点，我们三个的。来拍。好 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就一直转。男生是迷之行为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们已经在想，我赢了之后我要怎么庆祝了。嘿，嘿，哎，可以这样。OK， 啪啪，两下嘛。啪啪，哎，这挺帅的啊。我是来找盲盒的吗？我们第一个挑战应该是什么呀？柱子啊，大柱，你们可以开始闯关了啊？可以吗？今天一共有5个任务关卡，每个关卡都可以赢得原力值。五关挑战结束后，可解锁步步的第一个盲盒。只有原力值排名前3的玩家才能获得盲盒里的碎片。
原力值最高的玩家将成为今天的 MVP。哦，我们要通过游戏赚原力值，然后收集碎片。前三才有碎片呀，那我肯定要拼前三名。因为每次挑战都需要消耗原力值，所以我会给你们每人50初始原力值。就50块钱。哦，还要花钱啊？哦，那就要慢慢赚嘛。没事，你的钱就是我的，我的钱还是我的。在挑战吗？好，可以。来吧，小哥。别靠背，别靠背，别靠背，别靠背。一起往后靠，好，先靠，来，先靠，来，靠，靠。然后，好，好，来贴起来，贴起来，可以了，贴起来。哎，老师看图。可以的。小鬼是不是得往后一点？低一点，低一点。低头往下一点。猫耳朵，猫耳朵，你别太低，会撞到前面。低头，低头，头。撞了，撞了，撞了。你的头，小高。我的头怎么了？你头太大了。不是，我们应该换位置啊，我应该在那边。本轮开始，开启复活模式。什么是复活？如果玩家挑战不成功，可以继续扣除40原力值，再次挑战。40嘛，一人出20啊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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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复活复活，走！你发现这两个人玩命的都是，根本不是玩。是，你们两个重叠站嘛，重叠就这样站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再来一次。怎么了？我们不要靠了。不要靠了，我们站好点，各自安好，好吗？各自安好，你负责你的半边，我负责我这半边。你刚才的头比较高、OK， 我来，我跟你换。你负责这半边，我负责这半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来来来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你好，老师看图看图，不管了。他们已经疯了，不管彼此还行，你听听，这还能赢吗？都不管彼此了，你他妈这招多管用？你这招就这么着就过去了，对。老师看图看图看图，来，不管了不管了，不要管彼此啊，好，不管彼此，不要动我，你不要碰我，还能赢，不管彼此，靠一下吧，还是靠一下，还是靠一下，不是，还是靠一下，不然没有，不要靠，不然没有支撑了，过过去，发过去，太低了吧，我刚刚已经蹲了，忘记了团队合作的四个字，刚才他明明说了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，你们就这么着就过去了。你们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还有谁吗？再来就赔了，同学们，再想想，再想想，日子还得过呢。再来就赔了，一回扣40，一回扣40，我不够了。我借你10块，怎么样？你怕了吗？勤俭持家吧，你们。那我们就压上了，全所有的家产都压上了。他们俩刚才已经说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这哪行啊？欲望会使人变得不像自己。他们是吃瓜浪迹组合的。你怕了吗？复活，复活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一定得粘在一起。但是你的这个裙子，你的裙子，你的裙子。Oh.撩不起来，撩不起来。我以为没有，不是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等一下。不是，我给你们分析一下，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。这行不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缝隙啊，衣服没事了，好，来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是来吧，快来图吧，看图。低吗？还低吗？好，低低低。小鬼的手收。屁股不要低，来屁，来屁，小心头往回收，胳膊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可以。
小老弟，你嚣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那就放马过来啊！怎么没事点玩什么偶像剧啊？这俩人在拍戏，在拍戏啊！等一下，干嘛呢？小老弟，小老弟，就感觉又台湾又东北。哇，好准！哎呦，大波！哇，好准！好准！哇！哇，也太准！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而且小伙那门，我这老铁门。哦，因为他门特别会，他特别会碎那个门。对，时间点出的好。哦，那个节奏啊，鬼门掌握的好，非常好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还可以趴着戏，哎呦，这个精彩哟，太了不起了，肖老师。KO 了 ，KO 了，刚刚 KO 厉害。哇，好准！哎呦，大波！哇，好准！好准！哇！哇，也太准！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而且小伙那门，我这老铁门。哦，因为他门特别会，他特别会碎那个门。对，时间点出的好。啊！小鬼这前半段，那个节奏，鬼门掌握的好，非常好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还可以趴着戏，哎！要不我们再合，再来一次，再来，我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谁没钱了，我们投资你们玩，然后你们分我们钱。我们俩就是不想干活，只想拿钱。你这个商人的嘴脸，我真的受不了。等一下，什么商人？我没有伤我这个人，可以投资我可以，谢谢。怎么投？你打算？就我们出二十，你赢了全部归我们。嗯，你当我傻了是吧？这个未必效果。奸商。对啊，就初始就二十嘛，二十玩一次嘛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很想玩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很想玩？队长是碎片数量最多的。你有几片？那肯定张雨绮。张雨绮，雨绮姐蛮多的，是我，我是队长吗？当然，你必须得是。我不太当领导，虽然领导能力比较强。第一位队长，萧敬腾。哎呀！哦，厉害！原来是萧哥。你是队长？我是队长吗？对。萧敬腾共六枚碎片。你有这么多？我碎片那么多？这么多碎片？你是队长？我不知道我碎片那么多。第二位队长是目前碎片数量最少的。啊，他是最少的，最少的，恭喜！恭喜！这会儿想起我来了，回头太快了。我要加入你的队啊！小鬼王林凯。啊，小鬼居然！小鬼王林凯共两枚碎片。哦，我还有两枚啊！我以为只有一枚啊。哎，小鬼不是很多吗？哦，所以我也是队长。什么？你是队长？再见吧，分道扬镳了。哎，在元音大陆上，你们两个人总是隔岸相望，就是那种悲壮的，哇，好伤心呐。将会开启交易大厅。交易大厅。小份儿，但是今天的交易大厅并不是先到先得。今天的交易大厅并不是先到先得。哦，并不是先到先得。需要有一个资格挑战。回来！等一下，你不能这样的，资
格挑战啊，回去回去回去，并不是先到先得，对，还有一个资格挑战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氛围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也是今天刚来，我都懵了。我跟大家普及一下啊，我们拿这原理值去买卡，选道具呗。比如第一回我是最高分，孙庆龙有一个互换卡，他到最后一趴时跟我互换，等于他分最低，我分最高，他跟我互换了。所以说有大的优势哈。对，这个教育大厅特别玄。门开了吧？太难了，你看这儿，这缝被刮的。小粉可以啊，小粉，你是扁的吗？啊，被压。哎，互换卡现在买了，我觉得互换卡买了他们就没法用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咱们先得买了。小鬼先买互换卡，真的是一招被蛇咬，处处闻啼鸟。不是，就是说，就是之前就被这个谁换过一回。所以说，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不买，然后那个换位的那个东西一定要买回来，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现在的荣誉啊。先买互换卡。我想问一下，换岗卡可以换队长吗？换岗卡可以与对方互换一人。可以与对方互换一人，就是我们队的也要换过去一个人，然后他们队换过来一个人吗？是的。啊，我们才不换人呢。那可以换队长吗？就是如果说我们用队员换那边的队长过来。无可奉告。无可奉告，那就是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。他想把自己换走。哦，他不会，咱们赢了之后，他为了那个萧敬腾能赢他，他把自个儿。两个人的兄弟情那种，这我已经看不懂这个剧情了。柱子，我们希望由我们组的财经顾问让那个张雨徐去帮着小伙一块换，得有人帮他出主意。不是，复活卡。张雨徐，快去吧，你帮他，第一个卡什么东西？150。好，我要一张金钟罩，一张家人卡，就怕他们买全部。那你买这个呀，互换呀。互换卡我肯定要，互换卡我肯定要，我不能留给他们。啊，我你不留给他们？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我。这四张卡我各买一张，然后最后我把全部的都买这个互换卡， OK 吗？你确认吗？确认。确认。哦，可以这样啊，聪明。那就是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输的游戏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卡。我跟你说，有互换卡就是一切。对啊，就是只要我们赢了我们就赢了，我们输了直接跟他换我们就赢了，怎么都赢。那其实买一张就够了呀，他有点贪心吧。因为互换卡就是一切。他有钱没办法，这孩子太富裕了。咱们这名儿就是趁钱的组。微微，我们玩第二个，我们玩第二个。大锤抡炸雷。看肖哥能不能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一起弄大锤，先一起弄大锤。弄不了大锤现在。等一下，小鬼好快啊！老肖，你要对准，用力往下垂，用力，跟力气无关吧？你砸别的钉子，砸另外两个。小鬼加油啊！啊！小鬼好快啊！你们俩这拜年呢？啊，老肖，你要对准，用力往下垂，用力。绿色不要了，砸别的。刚才咬绿色。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小鬼加油啊！恭喜小鬼获胜，两名搭档队扳平比分。大锤。抡炸雷。